它是凤梨的，它是凤梨酥。Oh my god， 超甜哦， oh， 太甜了。看上去我是喵，我是牛爸，我是牛妈弟弟。噔噔，其实这一台机器我们大概两三年前买了，一直想不到要拍什么梗。最近大家都蛮喜欢看左边还是右边，所以我就想到了。我们就要来玩左边右边的，选到哪个食物就是战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样是三回合，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食物，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有哪一些食物。独自吃的话都好吃，只是加巧克力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还有一个传说中的小黄瓜沾巧克力，哎，对，阿洛小伙伴里面的企鹅，企鹅说这个很好吃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实验看看到底会不会好吃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要先来剪刀石头布来决定先后的顺序。好，这次哦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为牛爸最先，我们要来选择天堂地狱料理了哟。要选什么呢？好了，请选择左边。我吧。跟皮蛋，臭皮蛋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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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黑了，太黑暗了啦！这看起来像铁蛋，我也是要出奇蛋。第一个就选到这么棒的食材，好吃吗？哎呦，为什么是红色的？不会难吃，但是也不会好吃。对，脑袋里面就会有很冲突的感觉，有皮蛋味哦。就是我现在明明就是吃到巧克力，但是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那个中间的黄啊，会有个那种味道，臭味，看我了。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好，欢牛牛，可以选了吗？嗯，对，这个吗？冰地瓜。哇，冰心地瓜应该也不会很难吃吧？变成巧克力地瓜。哎呦，哎呦，说过去。啊，赶快插进去。太酷了吧！你要接着吃一下，看一下口感如何。冰的地瓜。哎呦，哎呦，给你给哇！口感应该是蛮绵密的，但是就是巧克力口味。应该是好吃的，因为它就是甜的啊。超黑的。哦。哇。我要吃大便哦。来。三二一。妞妞。哎，你这个不要关掉，你要剩下会待在里面了。气死。不知道它要断掉了，已经断掉了，好恐怖的气话，这个真的太可怕了。我来吃一下。Oh my god！ 你第一口咬下去，你会觉得是牛奶巧克力，然后但是它中间是咸的，好神奇的口感，很好吃，真的。还有，好吃。好，我们选一下啊。左边。左边是谁？左边是你。这边啊，这苹果面包很常吃哎，面包会吸水，所以先泡。这么讲究，当然仪式感。再沾第二颗，其实巧克力配面包是最好的，这是最好的组合吧？居然让他选到了。换谁呀？换我。请选择。这边。传说中的，这个包前面一点点掉了。Hello， 感觉不会好吃哎。很好吃哎，很好吃，所以这传说是真的哟。所以不爱吃小黄瓜的，你可以拿去沾巧克力，应该就会变好吃了。怎么吃起来还是有分开的感觉，就是巧克力跟巧克力，黄瓜跟黄瓜。我觉得它没有融合，可能是因为小黄瓜太过硬。小黄瓜一开始咬会有表面的脆脆，但是吃到后来，小黄瓜中间被软化之后，在你嘴巴的口感很像起司的口感。起司。就你们这是同一个东西吗？对啊。好，下一位欢迎妈。Hello， 我要这边。他们两个都不选我的。嘿，这个是什么？月饼。甜上加甜，讨厌你的月饼哦！这个是肉松口味的，我来下去 ，Go！ 嘎！怎么看起来像冰淇淋？有没有半颗？好，吃的快点，我好奇哦。它是凤梨的，它是凤梨酥。Oh my god， 超甜哦，太甜了。哎，我最近没有健身哎，我就吃这样行吗？吃完都糖尿病，太甜了啦。我要叫教练这一集来。好，换我，请闭眼。好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呢？妞妞。
今晚吃鸡大吉大利。哇，这个应该很可怕哦。我想试哎，这个巧克力鸡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会不难吃。发明新料理，感觉那个不够冰啊，那个水感觉已经不冰了。好，你可以先吃。哇塞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要直接哇！真的不错吃。真假？掰一个腿，我要试试看。我们这一集感觉好像都吃得蛮快乐的。没有什么雷呢，感觉巧克力是万能的。你会觉得它咸甜咸甜？对啊，真的耶。不好吃吗？我咬咬看。冰的鸡。嗯，好恶心啊！好饿哦，哪里好吃？你们两个哈，在落后国家的话，可能会没办法生存，就像我这样。我是下一代。下一回合，请选择。这么快？谁？你。超搭的呢，香蕉巧克力耶，它原本就是一道料理啊，没错，对啊，你要赶快走过去，这样子吗？哇，酷哎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会咬中间，要咬前面呢？好吃哎，当然好吃啊，怎么可能没？超级好吃。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个吧。下一个第二名应该就是棉花糖。我们还有怎么后面的东西都越来越雷了。下一回合换牛妈上场。好，请选择牛牛。好。好恶心，这个很好吃。这是蟹肉棒。这个好恶心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不要吃。蟹肉棒。看一下这个。好可怕！今天你要来两只叉子，蟹肉棒跟那个豆干都是雷，好不好？哪里有一个是好？什么好吃？对，蟹肉棒这么好吃，直接进去，好，直接下去。哇！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啦，好恶心哦！一二三，啊！我吸，我吸。明明就感觉很好吃，糊糊烂烂的，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形状。我真的觉得好甜哦，满嘴都是那个巧克力味。你不觉得有个流水素面的感觉？哦 ，no！ 换我了，换到牛爸喽。好了，我要右边，右边是玉米耶，玉米应该也很诡异吧？还好吗？哇塞，有没有人用玉米沾巧克力的？好像有啊，他呀他呀，此前未见吧。有点像甜玉米那一种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感觉这是美食大会，大家每个人都想要试一下？你会觉得很特别，口感如何？很好吃。很好吃吗？甜玉米它会有个香气，还有搭配了巧克力之后，你会觉得吃起来巧克力变得没有那么的甜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反而比较综合掉。真的吗？玉米也是甜的耶，超饱的。感觉是他个人问题。嗯，我已经饱了。我们都好饿，他好饱啊。吃完，换下一棒。妞妞，请选择。我觉得他会拿豆干。哦，好厉害哦！你，他更惨。沾一点点就好，所以它很难咬，它太难咬，这吃整口下去会噎死。你那头巧克力好像有点太厚。咬不断，有没有？就说那很难咬。怎么样？巧克力鱿鱼，有嚼劲的巧克力。哇，这个巧克力世界上最硬的巧克力，还没咬到巧克力就吃完了。无法融合的两样食物。因为我们剩下的东西不多，牛妈就是最后一位选手。我想祈祷我们拿棉花糖给他。对，请选择。喵喵。耶、yeah ！用自己把豆干，一直豆干，豆干这么爱豆干。哎，这个不用试啊，这一定是神仙呐、啊，对啊。要不要来一只？这个很好吃。嗯，超甜。真的吗？我想试这个泡面。嗯，好甜。我现在只吃得到巧克力的味道，我什么都吃不出来。我们今天应该把一年份的巧克力都吃完。真的，真的。来了。就是很甜很甜。我越来越。那你们自己刚刚吃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去沾巧克力，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小黄瓜。其实那其实好吃，其实真的好吃，真的。我觉得是鸡腿。鸡腿才是最分。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最雷的东西，它居然说好吃。真的，我觉得巧克力它可以把所有的食物变得美味，全部都变成巧克力味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你有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你可以在家尝试看看。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我们的订阅。
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啦，拜拜拜拜。它看起来好甜哦。好，是我地瓜干嘛来？来，还没啊，我还没来啊。哦，好甜啊！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三杯水，甜爆了。就几个手，等一下又甜又甜的，真的好神奇啊！刚刚原本太甜，吃了这个之后你就觉得，没有那么甜。我觉得我直接吃鸡肉就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道是我的，你是下一道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分着吃呢。没有啊。